说难得斯巴鲁展台那么多人，我以为大家都对这个新款的傲虎都感兴趣，谁知道是他们刚结束了发布会，所以很多人滞留在这展车没人看，我们也方便拍了哈。那首先你会发现这一次上海车展呢，其实斯巴鲁呢整个展台只有一款车你能看，就是新的傲虎，森林人切割的模型摆在那你上不去，然后 XV 它就是一台赛车你也看不了，真的能看就是这一台车，你可以看得出来斯巴鲁是多重视，压了多少宝在这台车上面。首先这个车呢其实价钱已经出来了，过30万起步，斗胆挨赛，价钱不便宜，比我的力士呢轻轻松松贵了超过10万了，所以价钱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呢，你从外面看得到的地方呢都好像看不出什么新鲜感，车头车尾你认识上一代的傲虎你就觉得好像也差不多，就好像一个小改款的那感觉。车里面也是，这个车里面我觉得真正变得最多的就是中间的那一块，中间那一整块就多了一个竖屏无厘头的屏幕在这，有些人觉得看那屏幕觉得很怪。新的力士也这样子，傲虎也这样子，因为你知道这两台车都是同一台车，所以那个真的有些人可能就真的觉得看不惯就不买了。而这一台车呢，其实从里从外从你看得到的地方都找不出什么新鲜感的点啊，包括它的动力，确实 2.5 自然吸气出来那参数也不好看，但你不要忘了这一台车是目前在国内销售的所有斯巴鲁里面唯一一台是搭载这 2.5 自然吸气的车型。我说过嘛，买斯巴鲁买自然吸气如果没有 2.5 起步真别买，太肉了，我就觉得不好用，就这一台，但是你得30万，我觉得就有点心疼了。这台车呢，我们是约了月底的时候会去一趟三亚，然后去试一下这台新的傲虎到底在那些看不到的地方会不会有什么进步。毕竟他说新一代的底盘，新一代的 SGP 的架构能出来什么效果呢？很难说。我其实对我现在两台力士都很满意，但不知道这台新的傲虎会不会勾起我什么购买的冲动。